忍不住，没办法，我忍不住，不要，忍不住，我一看他，我就想要性交，我想要性交，我一看到你，我就想要性交，不行，不能碰我，我忍不住，你不能这样碰我，你不是我男朋友，不能这样碰我，忍不住，我要性交，性交，我性交。对嘛，脚要洗干净才进厨房啊，那多没卫生，影响这个食材的美味。对呀，那就进厨房去洗脚啊！啊，吃饭了，开饭了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下次要记得洗脚。那是有吃播魅力哦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！铁锅内倒满泡面，再加入酱包、鸡蛋和热狗，镜头前大秀吃播魅力。他是知名的装性网红，绰号 Gino，YouTube 订阅。年轻人，我看你他妈不讲武德，一个体重90多公斤，我去！这位年轻人，好自为之。我希望你能忘掉这一切，回到你原来的生活中去。我劝这位年轻人好自为之，好好反思，以后不要再犯，不要搞窝里斗。谢谢朋友们。绰号 Gino，YouTube 订阅数16.8万，没想到却传出二度性侵直播主遭判刑。